来吧，这个，哎，在这里上被洞被踩塌了。大哥，我来唱上一脚来。完，我踩塌了。大哥，行不行？来了，出来了，我看大小，他那个光太亮了哈，这样可以哈，好，哎，成功，那个就是，哎，这个距离按理说是应该都有的哈。啊，怎么个情况？给点面子啊，大哥，往外拽。哎，看到了，看上不来啊！啊，上来了，终于上来了。上来了。哎呀，容易吗？你说哈，弄了多少个给大家看看哈？弄了，反正螃蟹、海螺、皮皮虾都有哈，都有，还有赤甲红什么的哈。今天他抓皮皮虾、海螺厉害，不是，他抓螃蟹、海螺厉害，他抓皮皮虾不是很厉害啊。弄吧，将就着玩吧。咦，刚才看着他屁股了，他跑进去了，这个肯定有的，这个肯定有的哈。错上了不是啊？也行啊。啊？你水平不行。哎呦，跑出来了，你看，这次跑出来了，拿你的没事啊。看到没有？能看见他屁股了吗？啊，看到了，来来，搞他。错上了。你看你了。没出来，怼两下吧。对了，怎么这拆家呀？哎，我看到他了，看没？用手能抓着吗？快摁住他吗？其实有个镊子很小，你摁住他。哎，对，说咱能让个皮皮虾给那个弄什么了吗？他还不小啊。嗯，不行。好，又上了一个，漂亮！哎，快！这个皮皮虾，这皮皮虾怎么了？现在涨潮了哈，这个皮皮虾正在等着涨潮了，你快摁住它！我不行，我不敢用手打，弄它。在哪儿呢？你他妈在这儿！快！哎，它想跑，让它把孩子留下哈。我去，你这么碰到了，你想跑？看着，这我涨潮了，怎么都露着屁股呀？摁它吧。抽他！哎呦我去，这皮皮虾好啊！哎，瞅着，哎，这个大，我了个乖乖，这个大哈！我去，皮皮虾跟我走哈，一起回家给你下锅去。应该是有个鱼。刚才扑棱一下哈。哎，是条鱼，太速度太快了，扒开，你要的话就扒开了。哎呀，还是扒呀，扒习惯呀。小伙伴给大家说一下，皮皮虾是越涨潮了它越往外出哈，刚退潮的时候它其实有那个地方有，但是它不爱出，它是把那个洞隐藏起来了，所以越涨潮的时候皮皮虾越好抓。但是这个是条鱼哈，很累吗？很厉害，你这样吸这边，把这边一吸，它一怼或者一吸，它就搁下了，一怼，没出来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办法好吧？哎，哎呦我去，光鱼哈，好漂亮！哎，看到了，不行，还得顶一下。这皮皮虾大家不要急，就这么慢慢弄就行。哎呦我去！啊，没事，再弄。好，出来了，你看，它就这么出来了哈，它这个鬼鬼祟祟的，啊，看那个石头下边有没有螃蟹啊？看石头下边有没有螃蟹？哎，这不有一个，怎么在外边？这谁翻石头没看到吗？快，我不敢拿，在哪儿？这不在这里？
这水可能是反石头没看到是吧，或者是掉了。在夹着怎么弄？你夹着我不疼，你疼。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不抓螃蟹了吧？夹到它疼，我不疼。我去，我看看啊，这是个大棍子啊。哎，不行，这是个大棍子啊！我去，不行不行，赶紧拿筐吧，赶紧拿筐，别牵着手，牵着手咱两个就背大了。来来，拿放。小伙伴，螃蟹就这么抓，它就是退完潮之后你可以翻石头哈。现在白天晚上都有可能在石头上，石头下边。我去，怎么个情况？有看到了，回来了，看到了哈，快摁住它，摁住它！哎，这皮皮虾绝经了，我去，怎么捣鼓它不出来了？小伙伴们，你看这刚才抓了个大螃蟹，今天收获也是可以的，反正十斤八斤是有吧？待会儿细细给大家看看啊。小伙伴们，收工了哈，没弄多少，还差几公分就一桶啊，差不多目测十来斤啊。大螃蟹，皮皮虾，这个里边是个八爪鱼，这是个假海螺啊，海螺壳，啊，还有八爪鱼，八爪鱼在下边，给大家说一下啊，收工了啊。